最近神荼和玉垒带人上山打猎，为咱们准备过冬的兽皮。听到了一些关于共工的消息，什么消息？共工是游牧部落，应该在有水有草的地方居住。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转移，可眼下已经到了深秋，却并没有转移的迹象，反而在宽阔的草原上运送马匹。 他这适合居心呢。咱们应该小心提防啊。可是这眼下还得全力治水啊。高瑶大人，这件事就麻烦你去办吧。好。哦。禹哥哥，我的意思。禹哥哥，是。禹哥哥，天凉了，快喝点热水吧。高瑶大人。啊。时间都不早了。 咱们都回去歇息吧。我还没商量完事情呢。是啊。哎呦，走吧，走吧。好，改日再谈啊。小心点，别烫着。慢点喝。 这是女英姑姑，她可是当今舜帝的夫人。啊，这是女英姑姑。这是人丁姑姑，她可是当年东夷大首领高尧的夫人。嘿，人丁姑姑，他们呀都是跟着总首领禹来治水的，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尽力呀？是啊，有什么忙吗？可眼下呀，男人们有的治水，有的操练兵马，有的呀上山打猎。 这营地里呀，可只有咱们女人。我可是在总首领和高瑶大人面前应承下来了，这做饭的事儿啊，咱们全包了。好啊好啊，没问题。我跟你们讲，这可是几百个大男人的饭食，个个啊比猪还能吃。啊，猪呀！看你这丫头小嘴啊，可真够厉害的。女英姑姑呢，主管治病疗伤；人丁姑姑就是咱们做饭的统领。 啊，知道了。跟姑姑，他们都是在家里做过饭的，你就统领吧。好，姑娘们，来，都过来，来来来，走走来。啊！哎呀，今日比昨日马匹还多，你看远处还有好几群马呢。我的天神呐，这共工怎么弄这么多匹马在咱们眼皮底下？ 他也不怕咱们把马牵走了。你说的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兄弟，咱抢几匹马过来吧。那可不行，这事儿啊，咱得回去告诉高瑶大人。哎呀，我听说女娇把部落里的漂亮姑娘都领来了，你小子不是着急回去找高瑶大人，是着急回去看姑娘吧？那你想留下，你留下，我走。哎哎哎哎，别着急，我也想看姑娘。哎，玉磊。 咱们抓几个俘虏怎么样？我看行。哎，咱俩呀也该显显身手了。是啊，走。
自从有苗氏在丹水一战中彻底失败之后，禹舜灭了三苗，统一了天下。眼下这天下只有咱们水族大旗还在飘扬，别处都换上了飞龙大旗。经过这两年的恢复，咱们又兵强马壮了。可这次禹和高尧来龙口，咱们来此地备战半年了，也不见他们来犯，大家说还等不等了？禹和高尧来此地治水已经半年多了，起初我们以为他们治水是假，来打我们才是真。可是我们备战半年多，也没见他们有什么作战的迹象。现在弄得咱们部落里的将士都吵着要回家呀。首领知道他们治水急缺马匹，故意在他们鼻子底下放了一些马匹做诱饵。既然他们也不来抢马匹，我看咱们也没有必要再耗下去了。哎，眼看冬天就快要到了，咱们大批牲畜得赶进山里去，不然就全被冻死了。老在这儿耗着也不是个办法呀。好，既然大家都想回去，咱们就准备一下，明天一早开拔回家。哎，好啊好啊。首领急报，近日一早发现禹只带少量的民夫治水，大量的民夫都在高尧的带领下操演战阵，还有一些民夫跟随着高尧的两个副手在山上打猎。他们带回去的除了猎物，还有不少制作枪杆和箭杆的木棍。这么说，禹和高尧是用治水做幌子，在龙口屯兵准备，等待时机再进攻。好厉害的计谋，用龙口治水的假象来屯兵，省去了大量作战的辎重和粮草运输，大大缩短了进攻的路程啊。这样，咱再观察几日，如果他们练兵不止，咱们再想办法。总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的老家吧？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他还问咱是什么人？怎么说？管他怎么说，等晕再说。你是什么职位啊？百夫长。公公这个时候还在草原放马，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来龙口没几天，我们共工首领就知道了，他以为你们是来打仗的，就赶紧调集兵马在龙口上面的草原备战。你们为什么要在草原备战？我们都是骑兵，草原是马匹的粮库，骑兵在草原上打仗，你们的步兵根本就不是对手。接着说。可共工首领等你们来进攻，等了半年也没有动静，本来准备回去的，我们在草原看似放马，其实是在观察你们的动静。我们最近发现龙口在练兵，就赶紧报告了首领。这么说，共工不想当共主？我们那次遭了伏击，几乎全军覆没，这边的滚和欢兜大人都死了，三苗也被你们打平了，共工早就不想当共主了，只是想守住西北，过安生的日子。那你们想打仗吗？我们更不想了，快过冬了，兵将们都喊着回去把畜群赶进山里呢。神徒鱼雷，把他带下去。诺。走走走走。看来咱们练兵练错了。好像是啊，如果咱们专心治水，共工早就走了，咱们一练兵啊，共工他反而警觉起来了。其实啊，我就是想替舜帝分担点，共工占据着西北，这总不是个事儿啊。咱们呢眼下在龙口治水，如果在这同时解决了共工的麻烦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你这个想法很好啊，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不能在草原上与共工开战。我再想想吧。
们说，我拦住车中大人，你们抬上东西就跑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哎哎哎，干什么？哎，姑娘们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车中大人，车中大人，我们替你送饭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还没见过雨哥哥怎么用火烧水缸的方法崩石头呢。不行不行，快走，不能去，姑娘们不能去。车中大人，都放下放下。车中大人，哎，放下。为什么呀？不能告诉你，就是不能去。哎，车中大人，我就是去看看热闹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别管了别管了，我走了走了。不行，不能去啊，姑娘们回来，他们都光着屁股呢。哎呀，抓紧啊！加把劲儿！哎，好，这样啊，麻烦他过来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我来帮你治水嘛，可不就穿成这样吗？姑娘们，快快快，麻烦抬过来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抬，来，好，给我吧。姑娘，快点，不要害羞啊。吃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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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下来吃饭呀。总首领啊，哎，那不在上面吗？拿着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你的，等等，还有，这还有，另外一个，还是给我，真香啊！雨哥哥，来，大家，雨哥哥，哎，快来，快来，雨哥哥，哎，快来，雨哥哥，哎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真香，哎，真香，谁还没有？我，谁还没有？雨哥哥。雨哥哥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谁让你们送饭了？我抢了车中大人的差事，领他们来瞧瞧热闹。胡闹，都给我回去。这里的热闹也是你们能瞧的。姑娘们一来，他们哪有心情干活？哦，知道了。可是车中大人的年纪也大了，我这剃头送饭来，正好我也想看一下你是怎么治水的。拿着，你看，雨晶，哎，在那儿呢。你们的心意是好的，不过这件事不行。这样吧，你们把饭留下，人都回去吧。哦。还不走？雨哥哥，只要你还在这治水，我就天天给你送饭。哎，这山里的野丫头。哎，姑娘们，今天带你们去看了开山，高不高兴啊？高兴啊！哎，忘了问你们了，你们啊，都找到中意的男人了没啊？就你最精明，把总寿灵给抢走了。剩下的再让我们来挑选，是不是姐妹们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总首领没答应我。哼！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谁抢到了算谁的。真的？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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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回去抢了。对，要走了，快走。顺帝，刚才看的那座正建造的大宅子，是有名氏部落首领伯鱼的。这处是东部石的，别说在归瑞都城，就是在唐都和东夷都城，这宅子也是最大最漂亮的。子期，短短的半年时间，东部石就侵占了这么多的庞贝，你确认弄清楚了？秦普空大人都已经查实了，东部石把贪占的庞贝交给伯鱼，伯鱼用这些庞贝购买上等的蚕丝，改进织器，已经停止了给治水民夫葛布的制造，他们只制造上等丝绸，获取几十倍的暴利，所以
他们才能盖得起这么大的宅子。真没有想到，东部石竟然走到这步田地。子期，啊，你去通知禹，还有商君，以及九州十二门的首领回来。如敢违令不回来者，斩！诺。舜帝说不回去就要砍头啊！高瑶大人，啊，舜帝那边好像出了很紧急的情况。嘿，恐怕这事小不了。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到那儿不就知道了吗？是啊，这土著也真是盛情，非要咱们带这么多商货给舜帝，这路上要耽搁两三日呢。放心吧，这回九州十二牧的首领啊，都要回归瑞，他们的路程比咱们远多了，误不了赶路的。你说，禹让女娇写好一个水字就答应娶她，可女娇每天都去给禹画一回，禹就是说没写好，我看呀是存心拖延。是啊，她现在一心想着治水，别的什么都不想，我看着也怪心疼的，真是不忍心再责怪他了。哎，高瑶大人，啊，你看车上，怎么了？雨娇。你这，把武器都放下，放下！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看看你脏的！我也想去都城看一看，但是雨哥哥不同意，我就藏到珊瑚堆里跟来了。我们去都城有要紧事，你跟着添什么乱呢？你赶紧回去！牛车都走出这么远了。我从来都没离开过山里，我不认识回去的路。我派人送你回去。哎，我不回去，我还想让你每天看我画的水字呢。雨儿啊，你就让他去吧，让他也到外面看看去。哎，好，我代表总首领答应了，跟着一起去。高瑶大人，你哎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就带他去吧。那你听好啊，你得听两位姑姑的话，知道吗？我答应，我答应，我要是说话不算数，就让我嫁给乌龟。谁是乌龟啊？行了，都上车吧。好了，走喽。好，走，好，走，走。舜帝急慌慌的叫咱们回去，有什么急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天下都太平了，还有什么急事过不去？不回去还得砍头。商君砍了贪战彭贝首领的脑袋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知道。舜帝还夸我清廉呢。清廉就好。从老敌军到现在的舜帝，那可是吃糠菜住草舍，为天下人做出了表率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咱们跟着老共主和舜帝征战多年，到底图什么？就是为了吃糠菜住草舍？他们是为了天下的一统，万众的太平，为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。过好日子没有错啊，可舜帝表率天下，首领就应当表率一方。贪战联盟的彭贝过自己的好日子，这样的人就得用五行来惩治吧。反正我也没有贪战。哎，你这么看我干嘛？那就好。咱俩可是从东夷就一直跟着高瑶，可别辱没了东夷人的名声。你先走，我去伯夷那儿办点事儿，不会耽误舜帝议事的。办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在他那儿给老家买了点丝绸，我拿了就回。去。哎。哈。去。哈。你怎么就
悔改呢？陆祖保佑，保佑我得到更多的庞贝，我给你盖大房子，我养着你。陆祖保佑，保佑，保佑！伯爷，伯爷。伯鱼啊，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顺帝都知道我们的事了，你赶紧把他埋藏起来。你不是说没事吗？哎呀，照商君砍的那颗首领脑袋比，得砍咱们十颗脑袋。我又不是联盟的首领，再说了，他义父曹木子是我好朋友，他当年抢婚还是我一手操办的，他凭什么砍我脑袋？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，舜帝召集了九州十二牧的首领，我这就得去。啊！那你还愣着干嘛？去去去去去！哎呀，伯鱼啊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，反正要死咱俩一起死，你最好把他收拾干净了，知道底细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各位大人，这顶平天冠是平定天下的意思。老公主把这顶平天冠留给我，我只戴过两次，一次是平定三苗，一次是我初登帝位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戴这顶平天冠吗？因为在我心里面，只有老公主配得上戴这顶平天冠。老公主这一辈子，为了完成天下统一的大业，为了让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她辛劳了一生啊。在她活着的时候，人们常说她的生活连一个普通民众都不如。可是你们有谁不知道，她是广拥天下的共主啊。每当想起此事，我就觉得惭愧。每当看到这顶平天冠，我就能想起老共主的教导。各位大人，你们每个人都权倾一方，可是你们问问自己，你们谁的权力大过老共主？你们谁的生活比老共主更加简朴？这几十年来，为了治水，为了统一天下的大业，我们前赴后继，死了那么多人。老公主说得对，天不分南北，人没有贵贱，天下统一，每个人都应该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为了完成天下统一的大业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征战南北，每一个人都功勋累累，还有一身伤痕，你们每一位身上的伤疤，我都能说出它的由来。自从这彭贝推广天下之后，很快就在民间流传开来，商贾们可以用彭贝来做买卖，民众的生活提高得更加快了。可也就是因为这彭贝，都知道有了更多的彭贝就会变得更加富足，于是也就有人借机钻了他的空子。你是拿着联盟俸禄的首领，不知你想过没有，你虽然只是侵占了几个彭贝，可是这天下就会有人吃不上饭，有人就得受冻挨饿。你这样做于心何忍呢？啊，舜帝，东部使愧对舜帝对于我的信任。别过来，都别过来。东部使，你疯了，把剑放下。别过来。东部使，你可知罪？我知罪，按照上句
军处置南方首领的刑罚权衡，我足以被砍十几次头了。勾结奸商，贪占朋辈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就该死。把剑放下！我征战沙场数十年，我贪占几个庞贝算得了什么？我错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完了！董不识，把剑放下！放下！不是，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吗？咱们东夷发大水，你跟秦不空两个人坐在一个大木桶上，从上游飘下来，嘴里还喊着“爹呀，娘啊，救命啊！”是我高瑶一把捞住那个大木桶，把你捞上了岸，后来还教你们学本事。你再看看你头上那个伤疤。啊，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们与北方各个部落征战的时候，你替我挡了一剑，我高瑶欠了你一条命。好啊，用你手中的剑来把我高瑶的命取走了。我死了之后，现在好多事情我就管不着了。啊，来呀，来，高瑶，来呀！华夏东夷三庙是一家人了，天下一统，百姓安康。是我高瑶不好，没有实诚的提醒你，才使你铸下如此大错。高瑶对不起你，我欠你一条命。来来来来来，父亲，我手中的剑，啊，把我刺死，啊，来呀！我的爹，只求你一件事。我父与无祖出生入死数十年，我只想让你送我一程。每月俸禄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五个棚。那给你那些棚贝，知道是哪儿来的吗？是他管辖采集棚贝，贪占来的。哥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既然是贪占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去利用这些棚贝，大肆渔利。你不制作治水民夫的葛衣，反而。去制作那些丝绸，高瑶大人，我是个商人嘛，制作丝绸利润大，这不是我的错呀！
可是你害死了我的兄弟东捕使。神徒，在。我与所犯之事，该当何罪？至少也应当是宫刑。高瑶大人，你饶了我这次吧。宫刑，你还不如直接杀了我呢。大人，他监禁了罪犯，还交出了赃物，理应莫刑。对，莫刑，高瑶大人，给我莫刑吧。执行，莫刑，走。东捕使的教训，沉痛啊！父亲，我们心里其实都明白，你这样做实属无奈。只是若非如此，不足以震慑天下的贪渎之人。你们两个就要走了，我只有一句话相送：切记，不可学东捕使。舜帝放心。父亲放心。啊，对了，玉儿，共工那边怎么样？共工不敢率领他的骑兵来龙口跟我们打仗，我也不敢带领根本就没有上过战场的民夫去跟他在草原上拼杀，就这么一直僵持着，谁也不敢动。你记住，你这次的任务就是治水，只要共工不出兵，你切记不能主动跟他打仗，知道吗？记住了，舜帝。要是没有别的吩咐，我和高瑶大人立刻返回龙口。车仲和后继大人在那里也等得心急了。好，你们两个收拾一下，赶紧去吧。过几日，我也会去龙口。诺。父亲，那我先回去了，多保重。首领，我们俩都观察了多日了，他们每天除了治水和练兵之外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动向。咱们不敢去龙口山地，他们不敢来草原作战，总不能就这么耗下去吧。禹和高瑶都干什么呢？禹领着人治水，高瑶领着人练兵，每天如此。首领，禹和高瑶从归瑞回来了。你们不是看见禹和高瑶在龙口吗？没错，我们亲眼所见。你是在哪里看见禹和高瑶的？在我埋伏的路上，他俩领着女婴、人丁，还有一个姑娘，从我藏身的草丛前走过去，看得真真切切。咱们又上当了。禹和高瑶离开龙口，是咱们进攻的最好时机。咱们给错过了，龙口的禹和高瑶是假的。既然时机已错过，咱们也就别再僵持了。冬天一到，老家的畜群不转移到山里，就会大批的冻死。等到来年咱们再想跟禹舜决战的时候，也就没有实力了。告诉各营帐，明日一早开拔回家。诺。怎么样？我像不像高瑶大人呢？你们离开以后啊，我是整日里穿着高瑶大人的衣服，拿着高瑶大人的酒葫芦，迈着高瑶大人的四方步，手剑上这么一搭，你别说，他们还真没认出来。哎呀，后继大人啊，我看就你手里这酒葫芦不太像是你的。哎，这要是比起酒量来，我赵高瑶大人那是差得远了。不过我呢，是走几步
假装喝一口。你拿过来吧，你啊，接着。哎，对了，车仲大人呢？他呀，穿着你的衣裳，带着人马，治水去了。哎呀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光难为他吗？你以为高瑶大人就那么好学吗？好了，咱们说说正事吧。舜帝过两天就率领大军过来，我想咱们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子拖住共工。是啊，如果咱们想安心治水，必须要消灭共工，否则就麻烦。报。首领，共工各营帐内乱哄哄的，好像是要开拔。哦，走，咱们过去看看。看这架势，他们不像是假撤兵啊。冬天快到了，他们要是再不走，畜群也走不了了。这就像咱们种庄稼，错过了收获的季节，就得饿一年肚子。这么说，只要是咱们能拖住他们十来天，共工的队伍就不攻自破了。是这样。舜帝真是英明啊，我就是有十颗脑袋，也赶不上舜帝。跟他相比啊，你也不差。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拦住共工，否则明天一早这儿什么都没了。硬拦截不行，那等于用我们的民夫去和共工的骑兵打仗，那不等于白送死吗？可是不拦住他们，舜帝的大军就等于白来了。咱们去草原拦截等于去送死啊。要是能拦住他们，死也值得。死了还拦个什么呀？明天一早共工的大军开拔，咱们的人再多也拦不住他们。高瑶大人说的对，我们只能在今晚拖住他们，统一天下这是最后一仗了。走，先回去商议一下。好。好了吗？那边给我吧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多漂亮！这是我的，你别瞎掺和。漂亮有什么用啊？哎，看我找个身体结实的啊，帮我多生几个娃。你们两个怎么才来呀？快，再去拿点去，快点。哎，走，走。这好几百号人，就是只吃一顿，也得不少饭食呢。是啊，除了做晚饭，我们还得准备出夜里吃的食物，是得抓点紧了。姑娘们，抓点紧啊，动作都麻利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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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。好嘞，抓紧点。我在琢磨着，共工肆意的在草原上纵横驰骋，以为咱们不敢在草原上跟他打仗。嘿，共工是觉着呀，他们的骑兵比咱们的强。首领，要不咱们砍了他的马腿？高瑶大人，那么多匹马，那么多条腿，咱们砍得过来吗？哎，不，砍不了他们的腿，我们可以偷。偷？偷什么？偷马。偷马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总首领，这些人都准备好了，个个都会骑马，而这些人留给后继跟车仲大人。
准备往山上运石头。后继大人，你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咱们的箭支虽然不够，可是崩了半年的山，石头多的是。我已经集中了所有的马车和抬筐，天亮之前一定备足石头。好，成败就看今天晚上的了。那我们呢？就是啊，我们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所有的姑娘们，交给你们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，陪着你们的两个姑姑都回去睡觉。那可不行，我跟着你去。你要是再啰嗦，我就把你送回涂山的老家去。大家听好，今天晚上的任务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出发，走，其余的人跟我走。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，夕阳天高歌，长影在我，燃情将天地涂抹。蜿蜒的阡陌，百家耕作，难辨天下方士，泱泱大国，谁策马一额，四海在我，霹雳肝胆开华夏传说。所以跟风乱几座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谁人能描摹。就看向主斑驳，闪电撒旦爱直播，万川之约